笑，哎，笑一笑，笑一笑，一二三，嘿嘿 ，OK。老爸真麻烦，整天让人干粗活。这世界没灰尘就好了，这世界没有你这种懒人就好了，整天想着玩。老爸，我只是工作不忘娱乐嘛。哎哎，老爸，今天有什么节目啊？僵尸擦了没有？没有。还不去？哦，哎，先等等。啊，你玩归玩，打扫僵尸可别乱来。哦，尤其是睡僵尸。他是清朝第一大力士，八旗兵总教头啊，而且还是童子师，很珍贵的啊。快去啊。好。耶，枪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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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陈年旧货擦也是白擦，再擦你们也活不过来啊。我戳戳戳戳戳戳，我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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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我下。妈的，四不瞑目瞪着眼看我，妈的，我插死你！哎呀，我跳啊，糟了！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给你的，好，你想得美。啊，哎，怎么味道怪怪的？难道坏了？你老爸我全靠惊人的魄力，超人的智慧，终于发明了这副人尸通灵罩。如果这个实验成功的话呢，就可以用人类的智慧来控制僵尸的行动。你说多伟大？是啊，太伟大了。你看我干什么？快把僵尸搬过来啊。是哪一个啊？睡僵尸是又懒又笨啊。想起来了，僵尸没有湿气吗？就没有用了。那但是睡僵尸就不一样了，因为睡僵尸呢虽然没有什么思想，不过也变成很有用的僵尸。我真聪明。去，老爸，这是什么符号啊？是霹雳阴阳灵子器的符号。我们十八代祖先诸葛孔明早就发明了，可惜没有人把它发扬光大而已。哦，那就是这个电。电？哎，这个阳门怎么这么长啊？这是牌子。啊，写这么多字，一定是名牌货。当然是名牌了。这个阳文呢叫做 Danger， 那中文呢？中文叫点着。我们这副人尸通灵罩啊，全靠这副点着牌发电机来发电的。老爸，你这副玩意是不是瞎掰呀？不错，科学和迷信都是由瞎掰开始的。不过科学是大胆瞎掰，小心求证，所以科学在不断进步啊。而迷信呢，却墨守成规，死钻牛角尖。我们灵幻界被人看不起，就是这个原因。啊，
这部点招牌发电机是我费了很大力气托那个老外传教士帮我从外国买回来的。僵尸又不动了，老鼠的脑袋又那么小，没什么思想能力，干脆找个人试试吧。嗯，我也这么想。什么时候啊？现在。现在？好啊好啊，那找谁呀？孔平他儿子。孔平他儿子，那算他倒霉了啊！就是我，我没大脑的。不是没大脑，是没胆。老鼠都不怕，你怕什么？把手放下，小心触电。哎，有没有危险的？没有危险。会不会出错啊？试试就知道了。倒霉，惨了。太过分了，老爸眼里我连僵尸还不如呢，撞你个大西瓜。哎呦，哎呀，老爸你没事吧？没事，把手慢慢放下，放下。怎么会这样呢？你刚才在想什么？撞你个大西瓜。再想一次。我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成功了！你现在先别动，用思想控制他，动脑筋让他到外面去，快！快让他停！停！走得这么难看，你在想什么？啊，我没想着怎么走路啊，我在想大姑娘划龙船。臭小子，别胡思乱想！你想向善就向善，要向恶就向恶，告诉你。这个僵尸啊，凶起来是一发不可收拾啊！那可正好啊，我引发他思想学鬼谱，不是有多个鬼谱？你别开玩笑了，效力也只有一个时辰，你快点把他收起来，我去告诉你老妈去。为什么不说你老婆，非说是我老妈呢？哎呀！哎呦，老妈，这下摔得过不过瘾啊？你摔下来试试看就知道了。哎呦，看相算命千百家，我家灵验大不同。请问看相还是算命？
哎，看是怎么看，算是怎么算呐、啊？无论是流年气色、拼命测字、占卜问卦，我们是样样精，样样灵。趁老妈不在，我好弄她一手。没错，你敢做？是老大。不知两位想看什么呢？看你看的运气。我还没说，你敢说？是老大。请问哪位先看呢？啊？当然是老大先看了。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你说了算。你先看，啊，坐下。我先看。那你是卜卦还是算命呢？一定要灵，而且马上有灵验，灵就给面子，不灵就翻脸，灵不灵都不给钱。这话还算中听，给我看看今天的运程。啊，又要灵又要快，我用梅花艺术替两位算算今天的运程。现在是辰时，以午计算。你刚让老大打了三下，正好，上卦是五，下卦是三，五加三得八，八除八得零，此乃无中生有之卦象，卦象中五行有金，今天你能解到黄金啊？得黄金，发财了，是不是真的？话没说完，卦象有零数，有等于五。废话。哎，不是废话，你先得黄金，然后失去黄金。午饭前应验，你灵不灵啊？不灵，我不收钱。怎么呢？时辰未完，上卦仍然是午，你是老大，下卦是一，五加一除八等于负二，是为正卦，课题了无生机。什么意思？实不相瞒，老大，你今天会挨揍。我挨揍？我会被人贬，再说我会被人贬。我实话实说。我警告你，我现在去喝茶，如果灵就没事，不灵啊，你就也没事。我们走。有其母必有其女。啊，在哪儿啊？你他妈真以为满地是黄金啊？哎呦，我真的有黄金了。我是把金枪啊，还很沉呢。哎呦，是我的，真的是黄金做的，刚刚得到手，现在一场空。哇，那小六好灵啊！灵又怎么样？灵你就挨扁了？扁我啊？谁敢扁我？别闹！好大胆！我的金锤赶紧打！哇，诸葛王会好灵啊！什么好灵啊？他说老大今天会挨扁，他还说，哎呦，我还没说呢，你敢说？他还说看相、算命、测字样样灵啊，他自称是大不同，这样厉害？是啊，枪毙啊！厉害呀、啊，枪毙啊！反正要死了，再不打你几拳，我就没命了。别打我，让我打死你！打死你！好了，命令，全部按照命状。是，全部按照命状。你啊，也要按。哦。哼，大不同，看是你大还是我大，哼，不灵就毙了他，起步，走。看这副德行。
一定是来找茬的。你看着我怎么样的耍他？哎，孩子，孩子，请坐。请问大批还是小批啊？你喜欢怎样批的怎样批的。麻烦你写下你的八字。八字，这很容易啊。好了。你写的是个人字嘛？就批人字了。恕我冒昧，大人，你写的这个人字很难看呐。你说什么？不过这个人字写的很有霸气，充满权力。无论你干哪一行，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你说我干哪行啊？是军政大人。嗯，你看看，很简单，大字旁边加个人字，摆明了是大人呢。大人，你满不满意啊？不满意。神父，有。就这样跟他说。我也批个人字。请坐。麻烦你写在这里。别写这里了。你说我是个什么人？这只是手，人字在你手下面，也就是这位大人的手下人。啊！大人，满不满意？不满意！来，他就是我的大人呢，我是跟他混饭吃的，大人是不是啊？是不是？是，加分了，加分了。嫁婚了，嫁了。你想测个什么字啊？哎，叫他测个人字。人字，你写在这里吧。哎，好了，不用写了，口说就算了。错了。请恕我直言，就算这位真是大人的大人，他也不是贵人。他是什么人？是犯人。啊，你怎么知道？这人字在口，你说是什么？你考我？不敢。人字在口中，就是囚犯的囚字了。大人，满不满意？佩服佩服。考证人，站起来！站起来！枪毙！走，快走！你看牢了。好，你进牢了。老爸，老妈那边是人山人海排长龙，我们这边是孤苦伶仃排苍蝇。排苍蝇，我在练武功。哎，还没开市啊？你怎么跟我比？我三年不开市，开市罚三年。闲着烂得慌，没得做就拍苍蝇呢。真缺德，连儿子都跟着你拍苍蝇。什么拍苍蝇啊？我们在练武功呢，老爸哈。哇，这只好大呀！哟，嘿，就快又准。你们俩啊，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哇！你老妈说的对，一年多没开市是有够闷的。哎，不如去找鬼斧玩啊。好啊。咪。鬼斧，啊，又拿我开心。鬼斧啊！啊，我先隐形。鬼斧真机灵，又隐形了。千万别告诉他们啊！老爸，鬼斧真不傻。隐形了还拿着把伞。小明，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哎呦，老爸，你终于等到了。等到什么？王道人找你捉鬼。找我捉鬼？是什么鬼？不是鬼，是尸，是僵尸。这只僵尸绝无仅有，超凡霸道，震撼了灵幻界。齐双版纳佟甲士。哎，不错。我找了他几十年，
终于被我找到了。老兄，他现在在哪里啊？陈村乱葬岗。朱克兄，我先走一步，要回去疗伤。哦，行，王兄多保重，后会有期。这次发了，我的风鬼窟又可以多收藏一个稀有品种了。孔平这次中计了，南有诸葛孔平，北有天下第一矛，弄得我们五穷六绝，我们要利用这具僵尸把他们给压下去。嘿嘿，这具西双版纳铜甲尸啊，是千年古尸，是我师祖亲手捉到的。他怎么个厉害呢？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过，不过我知道这家伙是很邪门的。怎么邪门呢？我师祖捉住这家伙之后呢，一直倒霉到现在。嗨，你师祖还没死呢，活了几百岁还说没。就是啊，还说没。他捉住这个铜甲尸之后呢，三天摔断了腿，四天摔断了手，没的都残废了，死又死不了。哎，你们说说，老而不死算不算没呀？啊，哎，孔平要是捉到僵尸啊，那就没定了。捉不到呢，我们就臭他，那他倒没定了。还有啊，什么法宝都镇不住这家伙，他只怕公鸡血和荔枝柴。保险一点，把我们黑教秘术挂在僵尸上，让他再凶几分。再保险一点，灌上我们岐黄洞五毒水，让他凶得冒泡。为了绝对保险，涂上我们这些有道术的人血，让他凶上加凶。对呀，伸出手来。你的啊，太快啊！哇，这么多血啊！那你呢？要不找我？前面有棺材。没有啊，我就看见你背后了。我们朝后面收拾他。好。在哪里啊？啊，就在啊啊啊！啊啊啊啊！就是。打喷嚏转过脸去嘛。啊。我们分头照。哦。在哪里呀？我明明看到他在后面的。
能叫你打喷嚏转过脸去打吗？果然是稀有品种啊。这个铜甲师原来是有疝气的。那你干什么？就让我跟着吧。烧了他，烧你个大头鬼，带回去研究去。哦，
为什么棺材钉可以克制僵尸啊？棺材钉染上了公鸡血。公鸡血？嗯，还是50年的老公鸡。你怎么知道的？闻出来的嘛。啊、哦？古尸就是古尸，虽然长得丑，但是非同凡响啊。武道撒地招阳气，轩辕镜引乾坤正气。柳枝左右挡煞气，杉木顶心，然后顶肺。老爸他动都不动了，你这顶心顶肺是不是多余了？你懂什么？这具超级僵尸棺材钉鸡血绳只能制住他一阵子，要是没这些东西制住他，他随时会失性大发，到时候什么也镇不住他了。怪不得行家们都说铜甲师冰肌玉骨，不愧是最佳品质，果然名不虚传。哎，老爸，这是乌鸦屎，是不祥之兆啊。嗯，这乌鸦拉肚子，命不久矣。啊，果然是稀有品种啊。啊！我出去买点东西，待会儿媒婆来，你帮我招呼他啊！真烦，他上次不是来过？上次那个男的，哎，你听我说好不好？好好好好。上次那个男的是属火的，小花是属水的，水火不相容，怎么能生儿子？哎，时代不同了嘛，生男生女都一样嘛。我是说他们相克。嗯，还是不行，我要干我自己的事情。胖子呀！哦。我是说就算没空也得招呼他，对吧？嗯，算你识相，我很快就回来了啊。嗯，半步。嗯嗯，还是走楼梯安全点。老爷，你真的以身试照啊？上次你不是让小明试过了吗？小明就是功力不够，思想不成熟，就算跟僵尸通了灵，也不能完全控制僵尸。要是我和僵尸通灵，那就一定成功，那时候又多了个师傅。老爷啊，你对我的伺候不满意啊？过了正月十五，你就可以投胎做人了，到时候谁帮我？老爷，你没事吧？老爷，是不是现在开始啊？嗯，看着我的表演啊。嗯，走。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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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你想让他怎么样啊？叫！何家公鸡何家菜，何家母鸡何家菜，何家小鸡何家菜。哈哈哈哈哈！老爷，你被他控制了。人说媒婆好，人说媒婆妙，谁知媒婆苦处是真不少。新娘床上叫，媒婆听了心里跳，孤枕独眠我不要，抱个情郎度春宵，度春宵。哎，跑了一整天了，早都磨出泡来了。当然不是了，我在学他嘛。哎，诸葛王会。
媒婆来了，你看着点，千万别乱来啊！我马上回来。啊！哎，啊，别乱动，事情发作不是开玩笑的。哎，因为人痛失灵嘛，不可能失痛人灵。坏了，难道我真让僵尸控制了？哎呦，你来，老爷，你会轻功啊，噌一下就过来了。我老婆不在家，你待会儿再来吧。就是因为你老婆不在，我才找你聊聊的。哎呦，你干什么？我去倒杯茶。啊，不用了，喝奶不是一样吗？喝茶比较健康嘛。哦，那就奶茶不加糖啊。哎呦，妈呀！我看他这是对我来电呢。好，趁他老婆不在，让他帮外聘。喝茶。啊，诸葛老爷，谢谢啊。哎呦，诸葛老爷不要，这光天化日的。哟，他比我还猴急呢。对不起啊，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哎呦，老爷啊，你是有妇之夫，我可是玉洁冰清啊。如今干柴烈火共处一室，很容易做错事的。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糟了，一定是我话太重，吓得他缩回去了。不行，我一定要把他逗起来。这也不能怪你，所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呢？不然红枫也不会私奔，柳下惠也不会偷情了。哎呦！媒婆，快点走，快点走！望着我。啊投入点，不用怕，不要害羞啊，慢慢来，不要利落点。哎呀，我是叫你搂我，不是掐我。媒婆，用不着叫人，我不会反抗的。答应他。全泡汤了，到了嘴的肥肉掉在地上了。哎，梅花，你怎么那么快就走啊？你老公有怪癖，漫漫长夜不让你怎么熬。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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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真的撞了邪？怎么反过来让僵尸耍我呢？想入非非，是不是又惦记你师妹了？谁惦记着她了？她呀，是命宫注定的孤寡星，这辈子也嫁不出去了。你干嘛咒她？说说也不行啊！怎么了？你心疼了？是不是余情未了啊？没有啊，老婆，你哪里都比她强，我怎么会想她呢？啊？哼，量力也不敢。我师妹哪里不比你好？声音又比你甜，身材又比你好，人品又温柔，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娶你。你承认了，她什么都比我好，为什么你娶我不娶她？真是装邪，说出真话来了。你说呀。啊，你不同吗？你有一样概括她的全部。什么？你八字生得好，旺夫一子相，我不娶你娶谁？算你嘴甜，告诉你别想再见他，不然我饶不了你。师兄，师妹，你别乱用千里传真啊，会大伤元气的。我这次传真是来告诉你，天下第一毛来。
来找你的麻烦。你捉了这铜甲师，大出风头，他很不服气，你要小心哦。你气色这么差，是不是撞邪了？没有啊。师兄，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你有什么事，我一定帮你。用不着。你呀、啊，还是那么怕老婆说话那么小声。怕他听见啊？笑话，我才不怕他听。你说你不怕什么？我看看你有没有出去嘛。神经兮兮的，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哎呀，幸亏没事。师兄，嗯，还说不怕老婆呢，怎么欺负你？我真忍不下去了。哎呀，没什么没什么。哎呀，师兄只不过是尊重他而已嘛。俗语说家和万事兴，家败口不停嘛。不行，我要出来跟他评评理。哎呀，不用评了，我习惯成自然，评也没用。啊，没什么，我对着洗澡盆嘀嘀咕咕的。哎呀，怎么了，漱口？你用洗澡水漱口，神经病啊！我只是尝尝洗脚水是不是很臭嘛。有毛病，吃饭了。好，马上来，马上来。哎，师妹啊，不要说了，有什么话咱们改天再聊了。啊，不行。啊，不行。哎呀，不行也得行啊，师兄没空啊，改天再聊，拜托拜托，拜拜。有水的地方我会出现的啊。呵，太棒了，红烧排骨，终于吃顿舒服饭喽。今天的汤不错哦，很好喝的。你们不是爱喝汤吗？我特地把汤里的肉都捞出来了。汤不就是水吗？哎呦，我的师妹，千万别出来啊。你发什么愣啊？又记挂着你师妹了？你师妹哪有我能干呢？她会熬汤给你喝吗？我熬了一天了，这都是精华呀。老婆，老婆，你看着我。看什么？哎呀，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了？看见一锭岩石了。哎，我不是说这个，这碗汤呢，它代表了你对我的关怀，你对我的爱意。哎，孩子们都在这儿。你看你多肉麻，怕什么呢嘛？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闭嘴！老婆，你对我这么好呢，这汤我一个人把它干掉。玫瑰美女，看什么？吃吧。哦。你干嘛？什么不好学？学你爸爸的满身抖，福气都给你抖掉了。让臭小子吓死了。不是我，也不是我，我不会抖。哎呦，惨了，师妹真的来了。哎呀，快点想招，快点想招啊。有没有招，有没有招？想一人喝光了师兄。师妹。老爸，你干什么？爸爸，尝尝味道，淡了一点，加点盐巴，加点盐巴。哎呀，那不是盐巴，那是胡椒粉啊。胡椒粉也一样。什么一样？那是很辣的。撒那么多胡椒粉怎么喝啊？正好。打喷嚏转过头去嘛，就这样的对着碗哈气哈气哈气，太不卫生了嘛。哎，老爸，您往汤里打哈欠，那我们怎么喝啊？是不用喝，你给我全喝光了。喝光就喝光，我吃一点亏照单全收。是不是这喷嚏打的连汤都有回声了？以后啊，你们要注意卫生。哇，你真的喝啊。老爷，水哦。吃饭吃饭。老爷，水。哎呀，拿走他吧。老爷，他在抖。是你的手在抖。是碗在抖。还抖啊？抖我就喝了它。哇，喝那么多啊！啊，又喝了。老爷，水。你干嘛把碗摔地上？老爷，对不起啊。算了，出去吧。哦，好了，没事了，吃饭。
哎，吃饭吃饭。来来来。怎么你死了？你乱讲。你没这么黑心。至少叫天庭传真，有水的地方我就可以出现。哎呦，孔平，你站着。啊，怎么了？怪不得刚才对着洗脚水你一直念呢。我哦，怪不得刚才喝汤的表情那么怪。哎，脖子这么紧。什么个脖法？我没看到啊。你想要我死啊？胖子。敢在我面前叽歪。没有啊，我没有鸡也没有歪。王正大光明，是你把师兄逼成这个样子的，连我跟他见面都不准，只有用千里传真了。是真的，我们纯粹是神交而已。我管你什么交啊，不准。你是长得不够漂亮，所以对自己这么没信心，但是师兄对你这么好，你不应该不信任他。对啊，他说的对啊。哇，你还帮助他嫌我长得丑啊。我不是在帮助他，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信任我嘛。你不信自己丑也应该信任师兄，这样下去小心物极必反。反你个头啊。哎，老婆，老婆。哇，老爸这次惨了。不怕不怕，我把家法收起来了。你真行。不过少奶奶刚才买了根棍子啊。棍子。哎呀，他真没到家了。白天要喂鬼，晚上要巡逻，这烦死了。啊！你吓唬我！我好怕。我又要吃香。做鬼也要吃宵夜，你少来，我们没带香。哎，吓吓他。肚子饿了，吃泥巴，吃香的明天吧。哇！哼，你怎么搞的？我好好的跟你说，你还敢发脾气，信不信我揍你？哎，算了，他开玩笑的。哎呀，好啊，连我也赏，站出来扁一顿。好，我不出去，我用浮筋围住你。不出来，不出去，快出来！说不出去就不出去，你不出来是吧？我用朱砂炮把你轰得魂飞魄散，不能超生，看你怕不怕？我看你怎么走出这个福圈！哎呀！你还这么得意是吧？小明，摆平他。哦。你怎么这么没用啊？让我。啊。到哪里去了？不怕，我有浮圈。浮圈？浮圈都散了，没用了。哎呀！我衣服呢？怎么我换衣服了？岂有此理！我用浮绳绑住你，我用金刚圈打你。老爸，老爸。你看看你们，叫你们巡逻，你们放鬼，那怎么办啊？不怕你们人多欺负鬼少，我来隐形术。老爸，他隐形了。看不到他了，不怕，我用柳叶擦眼，他就无所遁形。真的看不见我哪儿去了。
我怎么整你。老爸，老爸，嘘，千万不要打草惊蛇。老爸，你嘀咕什么？我在练中气。练中气干嘛？吓唬鬼嘛。吓唬鬼？哇哇哇！糟了，难道真这么没？六月擦眼都不灵。老爸，你干嘛趴在地下？对呀，玩学校啊。嘘，鬼蹲了地了啊，蹲了地了。让开，让开，让开啊！秀阳，你没看见呐、老爸，你又在蹭什么呢？我哪里想蹭哪里，你看见了还明知故问。老爸被顽皮鬼在耍呢。三八，我烫扁了你！我烫你个小人头，烫到你有气没地方出；我烫你个小人脚，让你裤子穿不了；我烫你……老婆啊，来了！老婆，啊！哎，不行了，不行了！哎，老婆，你得替我做一下。哎呀，什么做一下？晚上再做嘛。哎呀，我的意思是让你替我做一卦。人分上中下三庭，从脖子到肚脐为上庭。你上庭属金，他上庭属火，真金也怕火来炼，火是克金的啊。老爸，旗帜西为中庭，他中庭属木，你中庭属土。老爸，不克土啊。旗帜足为下庭，他下庭属土，你下庭属水。水来土掩，就是土克水。不错，他五行全都克着你。你是阳人，他是阴人。你捉尸那天晚上的年月日时辰和你的生辰八字刚好反过来，是大运阴阳倒转格，是为极厄运。这极厄运全是僵尸引发的。你白天不能晒太阳，晚上不能照月光，真气逆转，头重脚轻，好危险的。这么严重啊？还有啊，要吃软饭，不然的话很容易噎死。还有什么？这还是小忌，还有三大忌。第一忌口舌，跟人说话千万别顶嘴，尤其是你老婆我。那我呢？第二忌女色。我找师妹帮我画夫驱邪算不算犯忌啊？当然算了。不过你还要忌小人呢。我这辈子除了天下第一谋之外还真没什么小人。我说你师妹是小人啊。你胡扯瞎扯吧你。你敢顶嘴，我刚说完你就忘了。小花，哎，我们去买荔枝柴和公鸡血，把铜脚石烧了它。鬼谱哦，你跟少爷看这老爷，别让他出去啊。妈，我也替老爸算过，他只是忌小人而已吗？不夸张点，他是不怕的，老是跟我顶嘴。老爸一向都怕你了。怕老婆有什么不好啊？哎，一定得找师妹帮我画符驱邪。老妈，嗯，你怕了？是啊，我怕有鬼找我报仇啊。不过用不着怕，有你替我挡着。我？我也行，不过还是找到师姑来帮忙就妥当多了。是你说的啊，你跟你妈去解释。跟妈解释总比跟鬼打交道好。那我去找师姑啊。我真没出息，连儿子也摆一道。自己儿子摆一道也无所谓。
眼皮跳？老爷，眼皮跳就是小人道啊。糟了，师妹说狄猫会来找我的麻烦呢。狄猫见了你就要把你倒垮倒抽啊，我会怕他吗？你现在功力衰退了吗？不用怕，用人鬼合宗术。啊，那就是鬼附身。鬼附身是鬼控制人，狄毛一眼就会看穿。人鬼合宗术是你和我人鬼合作，互相帮助，发挥潜力。老爷，我晕了。哎呀，这个时候你晕？迷。哎，打起精神，装我。说到就到啊。哎呀！别装神弄鬼了，第一毛。老爷，还不修理他？孔平，好久不见，怎么比以前还逊呢？是你反射过来的吗？狄毛，你还是那个臭德行。这算不了什么，这叫出奇制胜啊！哎呀，啊，比我还阴险。这叫攻其不备。有你的意义，你夸我。我玩气功，我踩你。哎呀，我踢棍，我接棍，我插棍。啊第一回合打平手，第二回合穿墙透壁术是大卫考伯威教我的。喂，过来呀、啊！鬼婆，你醒醒！小儿科，迷。哎呀，在这里放块钢板，就算他过来，也把他鼻子撞扁了。喂，不敢过来啦！鬼婆。用不着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搂紧我。嗯，豁出去了，这次你还不死？我过来了！爹妈。三回合斗酒，我的法兰西斯白高粱肯定盖过你的石夹皮。请。老爷，稳住了，他红高粱也吓不到我，斗垮了他，让他早点消失。孔平，顶不住我这白高粱吧？老爷，这酒还真够劲呢、啊，我有点晕呢、啊。哈哈哈，厉害吧？本人的法兰西斯白高粱是用镇鬼符泡的符酒啊！啊，符酒！老爷，我顶不住，你快点出去吃点蜡烛解解酒。嗯，我出去了。老爷，我出不去啊！你下把劲儿跳出去。孔平兄，你喝醉了。你醉轮不到我醉啊！我福性发作，控制不了自己。你不承认罪，不承认罪就是没罪，没罪就是耍我，耍我就是想跟我斗，你行我不行啊！啊！我一样行，我控制不了了。哦，窦飞啊，我也
会。来，哇，奎普，你忍住呀，千万别摔下来。怎么还想玩什么呀？老爷，我不行了。哎呦，好辛苦啊，老爷，我真的跳不出来呀。Good, very easy.没事，我们试试撞墙啊。一具西双版纳的铜甲师是不是啊？喂，你不能去偷啊！我不偷，我要明抢啊！慢慢享受吧。阿迪蒙，不要啊！你别动我的铜甲师，好危险的、啊！迪蒙，你回来！哇，这士气还真重啊，随时会复活的。孔平的制尸法真是老土，阵势是够大了，不过不切实际呀。更新山木、柳枝、轩辕镜、鼎沸山木，什么玩意？还轩辕镜呢？缺他胆！哇，真是僵尸中的极品呐、啊！丑陋中显着威武，恐怖里透着神采。还是我的家伙够力，正所谓时而不滑。哎，拿回去慢慢研究。哇，真他妈够分量，整点。
想吃我的肉，让你尝尝我的茅山旋风左勾拳。Yeah.
这招行啊？不行啊，我的莲花金针顶不了多久，我们快去画符驱邪吧。是啊。老爸，那我怎么办？你留在这里看着。啊，我看着，看也看不出个名堂，不如跟你们一起开溜吧。溜你个头，有事马上通知我，走。哎，你看，鬼谷叔叔，站在这干嘛？八老爷和师姑护法。师姑是不是叫弟弟的那位？就是他。嗯，干什么？少奶奶，你不能进去啊！师姑说不准人进去打扰他。哼，他算个屁呀！师姑啊，我护法无力。不怪你，全都怪他。你知不知道，你这么闯进来，不但会让我们前功尽弃，还差点弄得走火入魔。我什么都不知道，趁我不在，跟我老公胡搞瞎搞。你胡说，我和师兄换符驱邪而已。谁说的？现在我捉奸在床，不对，是捉奸在房。哎呀，别吵了。僵尸已经咬走了第一毛，尸性大发，是师妹救了我们。听见了吧？你们两个穿着好了，说什么都行了。你们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师姑，你刚才制住僵尸的法宝不灵了，他吸了第一毛的血，凶恶无比，咱们都快被他撞毁了。原来是真的。你现在信了，师妹？哼。小明啊，你和小花拿公鸡血和荔枝柴去封鬼库，能挺多久挺多久，快去。嗯，快走啊。好。师妹，你快点开朱砂笔，帮我画符驱邪，让我快点恢复元气，制住僵尸。刚才他搞得我大伤元气，我现在开不了朱砂笔了。那怎么才开得了呢？抚平七运，要靠你老婆的舌头了。什么？哎，还什么呢？僵尸马上要杀来了，快把舌头伸出来。对不起啊，画歪了。还不走？还有啊，不要再进来了啊，不然的话又不灵了。三八，这次趁火打劫，我看你什么屁本领。什么动静都没有？不可能啊，刚才还噼里啪啦的呢，现在没声音了。喂，别说这么多了，快给我打开。啊！师妹啊，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啊！师兄啊，你别乱动嘛，要是你老婆没那么凶，你就不会怕她，你不怕她就不会怕痒，不怕痒我们早就大功告成了。
真是人见坏人气。少奶奶，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当没发生过好了。待在这干什么？到副官过去找小明、小花。师妹哦。师妹，黄豆鬼上来了！快跟他们协调协调，去！快走。妈。他妈。外婆呢？跟鬼谈判呢。哎呀！外婆，怎么样了？搞不定啊！看到太多了，我摆不平他们呐。老婆，快点进来，快点！哦。外婆叔叔，快点进来，快点！可能迷路了吧？那就天下太平了。师妹，用乾坤阴阳剑法对付他。好，我做什么？先做废物好了。哎呦！哎呀！中指血引乾阳，中指血定坤阴。顺应阴阳，宝剑开光。变改，双剑合璧。嘿，爸爸，你看你满头大汗，真是的。哎呀，红咒不能擦，都叫你先做废物了，越帮越忙。
了糟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怎么办呢？老爷，我们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呢？小明、小花，你们俩都去上面拿块大浮木，跳下来盖住僵尸。跳下来啊！行。师兄，别哭，我数三声，你们就开门。我用剑刺他喉咙，破他士气。那我呢？你啊，去后面。我在后面做什么？当废物？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一
师致师，人师收礼。对，小明，你去准备，我们走楼梯口。哦，你也来帮忙。都堵死了，师姑怎么上来？师姑一个人不行吧？他没有不行的。我不行了。睡师舅，连师聪明还没有搞定啊！胖子搞定了没有？马上就好。对的，还没有搞定啊！你再忍耐一下。睡僵尸啊，好厉害，看着啊。睡僵尸是清朝第一历史，又是童子尸，不可能啊。什么什么被人破了身。快，他顶不住了。睡僵尸和小明都是童子身，阳气太重，要补充阴气。老爷，我行啊，我不是女人，我是鬼吗？回府，你快收睡尸身。是，我替你顶住。我不放过你，鬼婆，快出来！
老爷，鬼谱，鬼谱，鬼谱，平安就好了。恭喜恭喜！老爷，我还以为你没机会投胎做人了呢。我没想过投胎做人，我想跟老爷一辈子。好，好，好不好啊，少奶奶？好，好不好啊，少奶奶？什么？碎鱼也是少奶奶吗？不好。笑一笑嘛，笑一笑。哈，无个救我见，我天师缘有缘，传来武装叫顶住，恶鬼听见就发狂，我哋夜夜乱禁闯，伴我又捉只鬼生堂。懒鬼听我话，老鬼将我视作阎罗王。喂，无个救我威，我天生艳福气。原来副手叫鬼仆，恶鬼知道就吓傻。我哋夜后眼不放光，合作又玩下鬼新郎。女鬼听我话，靓鬼都会话我甜甜。